今天是吃春天的蘸酱菜。小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一道外婆酱。我没有听过人炒甜面酱，真的。鱿鱼须为什么拿来做酱呢？它的鲜味特别浓厚，加了蜂蜜以后色泽会更亮一些，加了点姜进去，这样吃完了的暖胃。炒出外婆的感觉没有？嗯，一口都是春的味道。哦，牛姐，这个是这么编的，这个是中国节吗？对，如意节。哦，这叫如意节。对，真漂亮。哎呀，陈大厨啊，陈大厨。哎呦，我每次就是一回家，您总是提前我早一步到厨房。嘿嘿嘿，你好，你好，这个这是什么？中国节。这都是您现编的，拿它做什么的？这个。来，我给你做个演示。你给我演示一下。好。您顺便做一个自我介绍啊。我姓牛，牛佳悦。平时喜欢做菜，也喜欢编这些手工的线艺或者是绳艺之类的。我明白是这样的，对吧？对。把筷子搁进去。对。啊。然后摆在餐桌上，这样很喜气，也很有中国特色。对，就是突然间觉得我们就一双普通的木筷子，你现在是吧？有点洋气的感觉，但同时又特别具有中国风。陈大厨，您认识了？嗯，您好，您再介绍一下吧。啊，我姓陈，叫陈耀武。哦，咱们是老熟人了。对，您给牛姐介绍一下自己啊。今天是不是想跟我们做一个有点洋气的西餐什么之类的？不是，今天做最普通的、平常老百姓吃的蘸酱菜。蘸酱菜。对。今天还依然要吃春天的一些食材，跟春天这个季节有关的吗？对了，这个蘸酱菜啊，在咱们中国已经有很久的历史了。嗯，尤其在北方，冬天就是白菜、萝卜，没有什么新鲜的蔬菜，这些春天的蔬菜，大伙儿就特别喜欢吃。那特别简单，我拿黄瓜，有现成的酱，我这蘸酱面。那可不行，总不行。比方说是蒲公英、苦菊，它都会带有淡淡的苦味，需要炸一些酱平衡它的那个苦味。必须把酱要。单独再做一份文章，吃的讲究一些吗？那您今天就让我看看，您今天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酱配这些蘸酱菜？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做一个天津的炸酱，我给它起名叫外婆秘制酱。我们先把五花肉切成小丁，因为是要做酱，所以丁呢要切的小一些。为了它口感好，所以我们要切丁，而不是用那个肉馅儿，这样它吃在嘴里会有肉的感觉，就不会显得蘸酱菜太素了。嗯，番茄要去皮儿切丁，去皮切丁，我来帮您，交给您了。那太感谢了。我每次最头疼的就是要给它去皮这一件。番茄去皮好办。这个酱我们平时可以蘸菜吃，可以拌面吃。你这个叫做外婆秘制酱，所以说今天吃的这个味道，是外婆的味道。对。小的时候我父母是上山下乡的知青，在外地一个矿山里，那儿生活特别艰苦，后来在我3岁的时候就把我接到天津去了，跟外婆一起生活。小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一道外婆酱。外婆疼这个孩子的是用心嘛。嗯，对。嗯，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简简单单的一道菜，因为一道菜就可以记住某个人，甚至于有的时候不在了你都还记得。因为父母的工作原因，在矿山嘛，对，是吧？对，在山区可能物资比较欠缺，首先从吃上就达不到孩子身体的营养。我父母那个时候想买肉之类的，就需要走3里地去一个集市上来买。所以到了天津之后，第一大改善就是每天吃的变多了。对，料酒。料酒，真的，就是把五花肉切成小丁儿。对，这个天津酱跟北京酱的一个很大的区别，北京的酱是咸鲜的，咸口的。对。然后天津的酱要偏甜一点。对。北京的叫干红酱，天津叫甜面酱。然后西红柿也是要切成小丁儿啊。对，这样它炸成番茄酱的时间会短一点。哎，你现在是生活在天津还是？没有，生活在北京。然后你想外婆的时候会回去是吧？对。那你后来自己开始做饭了之后，你会做饭给外婆吃？会啊。那给外婆做什么呀？做水煮肉、姜蒜螃蟹、麻辣小龙虾，
然后我就过年过节回去，希望做给他们吃。那你平时会经常做饭给周围的朋友吗？会呀、啊，我们家经常有聚会，大家都去我们家吃饭。油烧热，葱姜爆一下。葱姜，辣椒，大料，香叶。就是一个纯纯的用甜面酱炒的，我没有听过人炒甜面酱，真的。甜面酱咱不是就一般直接就蘸烤鸭吗？可以用，你想用哪个用哪个。因为这个是要炸肉。那这边是炸什么呢？这边是炸番茄酱。然后最终要给它和在一块儿是吧？嗯，没关系，那个就是要它焦焦的。为什么要让它就是色儿比较重？这样它的那个香料的那个香气才能浸透到油里面去。真的已经黑了，你还要？不行了，这个啊。然后会把这些香料都倒出去。哦，不要它。哦，不要了。对，是不要它的。你平时在家做都这么豪放的做吗？嗯，就是一定要让它活。各施各法，嗯，都有道理。嗯，那在这地方都不一样，哪个地方？习惯不一样，像这种糊辣，嗯，像您说那种叫糊的，嗯，他就喜欢那种糊辣的味道。在您这儿把它炸糊了，用那油有道理吗？那得看什么菜，北方菜这样的很少，川菜这样的多一些。川菜大火，大麻大辣，然后香料可能。它主要是要的是这个。嗯，加番茄是小时候外婆就。对，会加进去。酱呢一般都会很咸，加水呢酱炸出来会特别稀，就不好看，然后吃的口感也不好、嗯、但是加入番茄酱以后，它的那个粘稠度口感会特别合适、嗯、而且会吃起来会有酸甜的口味。所以它这叫外婆秘制酱，就只有在咱们家可以吃的。嗯，出了这个门就没有了。对，其实做饭这件事儿就是老公鼓励着做的。刚结婚的时候，那做饭我觉得很难吃，但每次老公都能把饭吃得很开心的样子。你把菜既然没有做成功，但老公依然吃得特别的开心，想过原因吗？后来我知道这是计谋。对啊，因为他要是觉得你做得不好，终于明白这一点，在上哪儿吃饭去？但刚开始的时候不明白。受到鼓励，我好好开始做是吧？对。做的特别开心，那个时候。这都是靠谱啊！你们俩是很早之前就认识啊？我们是大学同学。初恋吗？啊，对，初恋。然后呢，美食又变成了你们之间的一个新的沟通方式。是啊，他每次在外面吃了什么好吃的，就带我去吃，然后我们回家就研究。这套路更深了，对。哇，就这么弄一块了。嗯。我知道意大利肉酱啊，嗯，它的确也就用肉和这个番茄酱那么咕嘟咕嘟咕嘟、嗯，但是咱这里面又多了这个甜面酱，感觉就是搭配好新奇特，所以这才是外婆秘制。嗯，就是我们选酱的时候呢，甜面酱相对来说苦味稍微少一些，干黄酱的话它多少会有一点苦的味道。对，干黄酱处理上要复杂一些。嗯，所以大伙儿要是做这个酱的话，就选择甜面酱就可以了。对。现在已经闻起来酱香味非常浓了。对，这就可以盛碟出锅了。来吧，直接就蘸酱可以吃了。挑个菜啊，再给你调一个我们天津的用甜面酱最简单的吃法。还是用甜面酱？对，所以说你是非常钟爱甜面酱的。是天津人都爱用甜面酱，是吧？是不是甜面酱就是天津人的童年？对，吃这个甜面酱如果生吃的话，它的口感没有那么好，我们在里面加一点点蜂蜜。这种酱如果你加水它会泄掉、嗯、但是你加了蜂蜜以后不会，它的色泽会更亮一些，口感会更甜。现在可以吃了，可以试试。来吧，我们这菜特多，我们今天到春天嘛，因为很多的这种新鲜的菜，我们这很多，您介绍介绍。这是小葱。小葱。这是蒲公英、嗯、这是荠菜、嗯、韭菜、黄瓜、青笋、菠菜、樱桃、萝卜。我能理解，就是咱们要吃荠菜和蒲公英在春天的时候，因为它时令菜嘛、嗯、拿一菠菜来蘸酱吃有点。这你不知道吧？嗯，春天的菠菜是一年四季里面菠菜最好的时候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就尝一尝菠菜吧。来啊，一起吃。我们先看你的反应，
是不是特别嫩？它的确比秋波嫩，因为秋波嚼不动，酱香味很浓，咸鲜甜酸、嗯、这种感觉，热热的还吃出了肉的感觉。然后呢，这是春天比较适合吃的，也叫婆婆丁，它好像营养价值很高。它营养价值非常高、嗯、它里面含的钙呀、啊、铁呀、啊、非常高。嗯，对，还有这个荠菜。嗯，一到春天的时候，什么菜都还没上的时候呢，你去野外准在那个麦地旁边，小麦地那小绿芽旁边就有这个荠菜叶子。荠菜呢有一个最厉害的地方，就是它的含钙量比豆腐还要高啊。哎，而且里面还要含有11种氨基酸，而且呢有的中医的入药也用荠菜、嗯、还有一个问题。嗯，有人觉得啊，我生吃这菜，万一呢吃坏肠胃怎么办？就怕生吃的时候有细菌。嗯，建议您把这个菜拿回来以后，拿盐水稍微洗一下，另外呢加一些这个葱啊、蒜啊这些东西进去。它吃完之后呢，比原本甜面酱的那个酱香味里面更多的一种甜蜜的感觉，口感更好了，更润。您尝过这个酱没有？酱挺棒。你尝尝，你自我评价一下。这些菜特别鲜嫩，是吧？尝出外婆的感觉没有？嗯，太太乐调味品，喊你回家吃饭。春天呢，我们要吃蘸酱菜，但是别直接买一酱回家就蘸。甜面酱通过这样的一个办法之后，变成了一种外婆秘制酱。首先，我们把五花肉切丁，用料酒腌制。西红柿去皮儿切块，锅中放油，将西红柿放入锅中翻炒，成粘稠状，盛出待用。葱姜蒜花椒大料炒焦盛出，加入五花肉丁翻炒至焦黄，加入甜面酱番茄酱熬至油和酱分离即可。天津家常酱甜面酱加入蜂蜜搅拌即可。我觉得今天差不多了，哎，我们蘸个酱就可以回家了。我还没完事，这不就蘸酱菜已经两个酱了，还有什么酱啊？你尝尝我给你做的酱。嗯，您还要再给我们做个酱啊？对，我给你做了两个不一样的风情。第一个酱，海鲜酱。那这超市买个成品啊？那不是，这是海鲜炸酱。海鲜炸酱啊？对，嗯，天津爱炸酱嘛，嗯，对吧？所以天津人就任何的酱拿回家先炸一下再吃。对。哦，就真用就咱们拿着海鲜来做这个炸酱？对，鱿鱼。对，鱿鱼须为什么拿来做酱呢？炒起来它的鲜味特别浓厚。嗯。但是您为什么今天非得做一海鲜酱呢？蘸菜。哎，你尝一尝，这些味道是别具一格。哎，您是天津人吗？有港口、啊啊，是不是从小家里面也是做这种？那个时候还很少这样，但是家里也吃这种蘸酱菜。嗯，我从小就喜欢，因为在北方生活嘛。嗯。后来呢，到了香港，到了南方以后，南边的人呢很少吃生冷的东西。嗯，是。就吃不着了呀，所以就特别想念嘛。所以在香港吃不着这个北方的酱，吃不着天津的炸酱，一直就没吃着。嗯，吃不着酱的日子应该很难熬吧。那是啊，非常想念，魂牵梦绕。是、嗯，怎么解决自己想吃酱的这个乡愁的？那个年代可能不太容易。对，那个时候回天津然后回家，但是那会儿回来也不容易。嗯，后来我是在到了国外，到瑞士的时候，嗯，哎，终于发现。国外人也吃蘸酱菜，瑞士人也吃蘸酱菜。嗯，他跟咱们一样吗？就拿根黄瓜，然后蘸个酱。不，他们吃法不一样。嗯，外国人吃这沙拉。哦，你说沙拉酱，但是他们的酱跟中国不一样，他们的酱是不发酵的酱。对，嗯，那能满足您那个爱吃甜面酱的那个天津味吗？起码他能吃着蘸酱菜了。嗯，解解乡愁，蔬菜沙拉的感觉。哎，对对对吧？那你今天是不是也给我们做一个国外酱？哎，一会儿给您做一个地中海风情酱，做法完全不一样。嗯，好，我们现在这个准备好了。现在做第一个是海鲜酱，对，很快呢，我们将揭晓一个他在瑞士的时候解了他乡愁的地中海风情的一个酱。一会儿你尝尝，嗯，我觉得你会喜欢上。姜、葱、姜、蒜，先把。为什么不先下葱呢？葱是最后糊哦，葱要后放。你不是刚你也要炸糊吗？那不一样，我是要为了葱的香味进油里，后放呢，它会翠绿翠绿的，会视觉效果非常好。哦，您搁这什么酱啊？这个是一种豆酱，豆酱，在北方的一种豆酱。好，哎，你加这个郫县豆瓣酱，益气。
健脾，消肿祛湿，这里面呢还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。本期豆瓣是由郫县豆瓣公司提供，川菜之魂郫县豆瓣啊，所以很多四川人而言，豆瓣酱就是乡愁啊。是啊，对，出门带个豆瓣酱。对，然后把虾，这个虾一定要厚放，吃起来口感还更舒服更嫩。对，豆瓣啊一定要炒香，酱呢炒出油以后加一点点的料酒，好了，你看我这个，最后撒葱，哎，对，它的香味就不一样，对，会很好看，我觉得好有食欲，哇，好香啊！好了，我们这个海鲜酱做好了啊。我是不是可以吃了？我都掰好了黄瓜。那不行，你忘了，这烫嘴啊。哦，对，那你也不是还有？稍后片刻，我给你做一个地中海风情啊。我们拿一些欧芹，地中海呢，他们呢吃东西口味稍微重一点。对对对对，我这个酱做起来很方便，很简单，加一点点的鸡粉，然后这有一个叫鸡汁儿。它就是一种酸辣的酱油，对，然后味道呢很特殊，然后呢放一些橄榄油，一拧一拧，我可拧了半天的命，让我来吧。嘿，他听我的。这就是普通的蛋黄酱吗？没错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倒进来，好了，这道酱一定很特别，做好了。这个就是叫做海鲜酱，对，这个就叫地中海风情酱。对对对对，你想先吃哪个？我都想吃。我要先吃辣的。那我是你这个。这里面加了蒜，特别适合吃蘸酱菜，很好吃。我刚吃这个辣的酱，豆瓣的味道很浓，海鲜的味道也浓，微辣咸鲜香。对，泰特的调频喊你回家吃饭。海鲜酱还有地中海风情的酱，其实用超简单的办法就可以做出来。把鱿鱼虾仁切成丁，热锅凉油放入姜和蒜炒香，鱿鱼须子放进去，加入郫县豆瓣酱、黄豆酱，慢火炒香，最后加入料酒，出锅之前葱加进去就可以了。地中海风情酱，我们把欧芹、紫苏叶、橄榄油、姜、蒜、鸡粉、鸡汁用料理机打碎，放到沙拉酱里搅匀即可。春意，又有春意当中盎然的那种鲜色，我绝对让你想象不到，从来没吃过，就是剪四下就 OK 了。对，什么成功馍？玉皇大人，哪个大学？南开大学。妈，希望你能支持我的选择。孩子，妈支持你。哇，太好吃了。我觉得它不仅可以蘸酱，它特别的下饭，有没有觉得来点主食就完美？好吧，我给你做一个东北名吃。什么？饭包。东北名吃，然后也跟这个酱融配是吧？对，蒸熟的土豆。对，这个就够了。把米饭放进去，半个土豆，一小碗米饭。对，然后需要怎么把它碾碎？大厨做了功夫，我给你做一个别的样。春天的菜这么多种，让你一口都能吃到。所有的东西都包在一块儿。是啊。嗯，葱、蒲公英、荠菜来一点儿，黄瓜一片，菠菜来一根。霞儿，你来点，想吃哪个酱就来哪个酱，就看心情呗。啊，对，看你自己会不会搭配。来，就是一个这个。然后我想蘸哪个蘸哪个。对，是啊。哎呀，那就吃这个，这样蛋白质、蔬菜、高纤维都有了。装包就是把土豆饭包起来，
哎，包在这里面啊，然后给你放一些蒲公英荠菜，荠菜，然后你喜欢吃哪个酱告诉我。我要吃一个奇特的，这个是比较奇特，神奇的蒜泥酱。嗯，奇特的蒜泥，然后把这个酱呢夹在菜和土豆泥米饭的中间。对，一口都是春的味道。哎呀，太棒了。然后呢依然能吃得出每个蔬菜那种新鲜的，我觉得那句话说的一口咬下去就是春天那种感觉。所以我们今天是吃春天的蘸酱菜，有很多时令的蔬菜，然后教给大家几款特别的酱，让酱有一些春天的新意。